你们说行不行？行，我听你们的啊，家人们，我听你们的。你们说行，那怎么就行？你们说不行，那怎么就不行？都打行，都打行，结就是算了算了呗啊。啊？你看都打行，你看。家人们，你们说行不行？来，你们说行不行？来，我直播间现在啊就没有多少人，就4500人，全部都在打不行。不是，那这样吧，100个行吧？100个，100万还不行的话，那100个，你昨天都那了，我只能给你100个。他说100个，家人们，你们说100个行吗？你们说100个行吗？小牛是这样子的，就算我同意，我估计其他股东也不同意的。不是，你管他们干啥？一群吃干饭的，你管他们干啥呀？啊？管你自己，你自己私下收了，谁知道？啊，没有，我从来不搞这种事情啊。他让我私下收了。啊，准备家人们啊，我们这种是，公司的事情，不是我个人的事情啊。跟他说啊，你们不要替他瞎说，什么50个、100个，这样会把我害死的。啊，你们不要替他这种瞎说，我们这个事情是公司的事情啊，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的啊。而且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家人们，我偷偷跟你说，哎呀，给你150块，哎呀，你不要跟我扯那些，你也不要跟我扯那些，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的有多大的一个严重性吗？你差一点把我们公司整垮了啊！我们公司那天啊，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那个时候你们在看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都已经宣布破产了，准备宣布破产了。不是你们这有钱的话，想咱们记得的，给我打个记得。不是你这么有钱，想再开一家公司，不很轻轻松松的吗？是吧？开一家公司，那个是我好花了很多年，然后经营出来的。我把我所有的这个年青春全部都花费在这个公司里面了。对呀、啊，你跟我搞这些，你哎，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咱们坚决不跟他们谈，就是这种私下交易的事情啊，坚决不跟他们谈私下交易。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啊带到这个，把所有的事情啊先给他啊查清楚了之后，到时候交给有关部门啊，按照这个正常程序走啊，该怎么样一个流程就是怎么一个流程啊，到时候一切按照这个相关部门的有效程序来，这样才是正道啊。不，咱们不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什么私下交易。来，我们直播间4500多个家人们啊，帮王菲点点赞。不是，你说你都开了，都找了，都开了一天车了，你说累不累？也不咱找个酒店休息一会儿，好吧？啊，那个王总，你累不累？不用你管，我不累啊。今天如果说我们找不到地方的话，你也别想睡觉了，你也不想休息了，知道吗？不是，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不，飞哥，你累不累？这前面没路了呀？啊，没路了，往哪走？不是。飞总，故意带我们就是这样转来转去，是不是？这故意带咱们绕圈嘛，不是不是？不是，再往哪走啊？就不可能没路了呀。这哪边都，感觉。这哪还要往哪走啊？没路了，前面。故意带我们 啊转圈呢？不是，我没有啊，这我应该没记错呀。家人们，你们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啊，我刚刚按他的指示走了半天，转来转去，怎么？到这里没路了呀，那你说公司在吗？公司我就在这附，不是就在这，应该开车还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啊。前面没路了，往哪走？刘总，你说话能不能正常一点？不是，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是，玩呢？没玩，就好像掉头啊！对对对，那前我现在你可能不知道，来，咱们先不用走了，来，我现在这是把你。你好好说话，我现在帮你呢，你不要一天像干什么一样的。我知道，我好，你非要这么搞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那咱不去了，咱走，直接回那个，我就把所有证据全部提交给那个有关部门，让你自己啊、该怎么处理处理去了。我都跟你说过了，只要你告诉我是哪个公司让你这么做的，你把他叫出来，咱们好好说话啊，好好商量怎么对你的话啊，我可以仁慈一点都可以。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机会给你，要珍惜，知道吗？他是不是故意的，家人们？他带我们已经绕了很多圈了。不是，我们现在是在给他一个机会。不是我这可能有点紧张，然后有点记错了。你什么家人们啊？咱们现在是一定要把他那个是哪个公司让他这么做的人，一定要把他啊找出来，然后跟他们啊。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啊把那个他背后那个有公司也给他啊整进来，然后到时候提交那些啊证据啊什么的。反正如果不制止那个公司的话，因为他那个公司现在他这个小牛啊，这个牛组他把我那些啊销售部的记忆还有基本上我公司里面那些啊被他们知道的那些商业机密全部都被挖过去了，到时候那个公司想整我们，就算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摆平好了，过几天还会有第二个小牛、第三个小牛出现，还是能继续整到我们，知不知道，家人们？所以我们现在啊，其实我都不想整这个小牛，整他干什么嘛，对不对？不是你说那些东西，人家知道知道呗，又没啥，对吧？大不了再换家公司再开呗，是不是？你这么意思，你这样子一说，我这个公司好像挺不值钱的一样，是不是？你知不知道，飞总这么多年花了多少心血在公司上面，他累积的人脉啊，那些建立的渠道。来，你换一个开，现在我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给我。你看你开嘛，你开，我马上把这个公司让你们爱怎么搞怎么搞，搞废了都可以。不是，你看你这开个车都100多万的，140多万的，你说你在乎这点吗？是不是？啊，我开个车140多万，但我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对啊。对。你真的是那个公司值几十万吗？不值。你觉得？不值，那公司几百万能值几百万吗？不值。你开玩笑几百万都不止的一个公司，你说说开就开，啊，你真的是搞什么话，你说话都不经过大脑的。那不是有本事吗？你有票子吗？有票子就是应该被你这么整的吗？家人们啊，你们说对不对？就是因为飞总有能力，然后小刘，啊，潜伏太大公司，飞总对他那么好，他是怎么对待他的？你现在来告诉我，是哪个公司让你这么做的？然后你们啊一起做了哪些事情，才让我公司变成这个样子的？那我给你挖的那些人呢？我跟你说好吧，就是那个公司，然后他联系我的，然后你就给我说，就给我点好处嘛，然后你没想啊，给了你多少好处？给了我，我忘记了，打了好几笔。你第一次好像是50个，把你们这些记录全部拿给我看来。我手机在你那儿呢。我没拿你手机，我怎么拿你手机嘛？搞不见了，找不到了，手机找不到了，我刚给你了呀，你给我收走了呀，你昨天，你给我放哪去了？我手机里面好多东西呢。不是你们这人咋这坏呢？还收拾我？不是你们咋这坏呢？我没说谎呀，我没说谎，我说什么谎啊？你们怎么老是咋胡说八道呢？我不是你们别你真的不接受我们的帮忙了是不是？不是接受，飞总接受，我接受。接受的话，你现在赶紧把那个公司在哪里带我们去找那个公司。不是，你已经带我这里绕了一圈了，绕了好几圈了。
不是，我没绕，这不是咋的，这应该在修路还是咋的？你看他栅栏炸起来了，这，你是不是要绕一点？你看你往那前面走走，往前面走走试试，啊？那王总，往前面走走，你看行不行？要不我来开，我来开也行。你闭嘴，能让你开吗？不是，嘉伦，你们说。听他的，继续往前走，还是咱们掉头？把他送进去是不是？家人，把他送进去是不是？别，飞哥，我还年轻，飞哥。你这样的事情啊，我们都像跟你闹着玩一样。我知道你不是跟我闹着玩，你这。来，咱们直播间公屏下，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咱们就打正能量了。不要乱打其他乱七八糟的字，咱们就打正能量。对，就打那三个字，不要打其他的，好吗？飞哥，我知道，那公司大几千万，才开起来的。现在运营这么长时间，估值的话都快1.2了。我明白你，但是那有竞争对手了，不很正常的事吗？对吧？别的竞争的，如果别的竞争对手我不怕啊，如果竞争不与别人，我也能只能认我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现在这个竞争对手。不是正常，他这个不正常的手段嘛，对不对，家人们？不正常的手段，不是正规途径的。如果是咱们就是平时，对吧？生意场上，对吧？那没问题啊，我也是生意人，哪有你们这样干的？我也不想怎么样啊，我就你就让那个。带我过去找那个公司，他为什么要让你这么做？一定要给个说法，一定要给个交代，对不对？我带你去，我这不是今天一天跟着你跑吗？我屁股都坐疼了。你如果是我们公司的杨总、张总的话，你说出来是哪个总？是李总。李总根本就不可能，李总他自己饭都吃不上的那种。啊，你别在这扯那么多。不是，那我说你又不信，你就听我往前走，真的往前走。就应该这里路封了之后，你可以绕一圈，真的你可以绕一小圈就到了，真的我不骗你。我知道飞哥也是帮我的，我弃暗投明，我又重新做人。哎，你走不走？往前走还是怎么样？走。现在是8:44。再给你五分钟时间，八点那个50，你还找不到的话，那咱们就不找了，直接把你带去那个相关部门，然后把你的那些证据全部提交给他们。别！喂！别！飞哥，这路程不是你走这么慢干啥？是故意的吧，王总？啊？前面修路没看到啊？你这带了什么路啊？你这怎么走了60码？你走100码不能啊？走快点，5分钟啊！就5分钟时间，哪行呢？这什么路啊？不，你踩快点啊！踩不了。没事，慢慢开。踩120，这时间不够了。喂。我知道，没事。把他送进去是100%都搞不成器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把他送进去以后，你只要现在打个110，马上到那去，今天晚上他明天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东西全部给你搞出来了，知道吗？知道没有？不是，你现在不带我。我反正就只给你一次机会了，你不带我过去的话，我就你不要硬是机会给他，我告诉你，你只要把他放进去以后，那个派出所放在那，今天晚上关一个晚上，到明天什么东西都出来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行，他现在不带我们去的话，我们就带过去嘛。好。你带你去也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他如果说你像小刘，他如果不跟你配合，或者说小刘他不跟你配合，他不跟你跟他单位配合，那个单位一句话可以帮你解决掉，我会。不是，是这样子的，哥，
我知道你说的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但是咱们这个不是那种啊什么打架斗殴啊什么、那些事情，咱们这个牵扯到那个经济上的话，需要取律师，取律师的话还要需要审判，还要这个开庭什么的，就需要可能要3-4个月去了，知不知道？他不可能明天就给我办好的。但是你回去搞你的公司，你姓我的，你把他关到里面去。啊，因为我搞个律师，知道吧？你这个事情这样跑来跑去没有用的。哦，没有，他现在又不打我，又不骂我，我把他搞进去，人家也不收啊。他就是我跟他就是一些经济上的纠纷啊，我们就只能是。搞过了，见到你前因后果，我都知道了，他这是变相的诈骗。哦，但是他那个只要他自己不成立，那我这些也不，他不这个不算是诈骗啊，他就是把我公司那些人啊，他辞职了啊，他那个公司他把我那些销售机全部给他啊，叫泄露全部辞职了。他这个只能是这样子的，泄露公司商业机密，知不知道？泄露公司商业机密，然后把公司把别人的公司把我的公司这个销售渠道给他卖掉了啊！他拿了钱就是诈骗。但是他没拿我的钱了吗？他拿的是别人的钱了吗？没有，那你这些他妈的，你这个交易了，交易的啦。没有，我知道这个，我已经咨询过了，咨询过了。他说是啊，这种事情的话啊，需要我让我先写这个对这个小牛的控告书，然后写了之后啊，等一下你提一下，我去旁边接个电话。啊，在这里，小牛在这里不好接，你提上提这里。啊。啊，我去旁边跟你说，他现在人在我旁边，我不好说啊。是这样子的，我已经咨询过了啊，已经咨询过了，昨天已经咨询过了啊，他们说是让那个小牛都不用带过来，他们也不收啊，就说是把我手里面的这些证据啊，还有这些证人然后写个起诉他的一个就是写这么一个东西到这个法院里面来，法院里面然后控告他。到时候法院那边审批清楚了之后审批清楚了之后，他们会帮我就是叫上他们一起来开庭，到时候法院那边决定好了如果他们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是刑事责任或者是什么责任的话，到时候人家那个派出所那边才会帮助我才会帮我去该抓人的抓人，该怎么样的怎么样，是这么一个问题，知不知道？我现在把他带过去，人家不要啊，主要是这么个问题。如果要不然我早带过去了，我刚才只是吓一吓他，你再不爽我就把你带过去，而且我也不想跟他成，跟着他，我只要找到他们然后那对方那边公司那边他也承受了，或者是制止他们以后不要再搞我公司了，把我公司那些知道我公司那些内部企划的那些人商业那些渠道那些跟他们签好合同签好协议，让他们不要再搞我公司了，这样子的话我公司就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了，到时候他们就整不到了，现在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